心不如佛啊。嘉轩小朋友哈，很棒啊，不错的啊。那我刚刚听了你有三个优点哈，你的耳音其实是很好的，你看前面七有不准的时候，可是你在调整找到了准音，因为你肯定学习时间不是很长，所以在肯说方面肯定是有问题，慢慢就好了。第二个呢，你的双臂看上去很漂亮很轻松，继续这样保持这个样子非常好。三个呢，节奏也不错，保持。就还有两个问题我要给你提的，就是一个是直立呢，也是因为瘦小，你的孩子也比较小，小老师可以要求过再加强，对不对？再给你发点力，慢慢长大就好了。还有一个地方，着手压音的时候呢，也要再讲究一点。有时候你压的音，也许是你没力，也许是你没有体会到这个问题，相信老师已经讲过这些问题，再注意一点好不好？继续加油，加油。